即係我哋要宣傳一下先啦。咁點解我叫佢阿媽咧？因為我哋舊年啱啱拍一套劇，就叫做《奪命提示》，我收到風咧，應該就快出街啦。哇！咁所以大家咧一定要支持一下我哋呢套劇先得嘅。點啊媽？好辛苦。我哋對上一次唱歌已經係疫情前嘅咯喎。好幾年喎，2019年，係係嘛？嗯，美國係啦，慘啊！唱到你記唔記得唱到停電啊？係冇錯，成個場 cut 單咗。係，因為你把聲太勁。你太勁啊，唔係我。咁我想用今晚去唱翻呢一首歌。梗係要啦，因為首歌你唱得太好啦。唔係，你唱得好啲。好過原唱添，我覺得。我頭先叫我咁講啊，大佬。因為你自己改咗少少唱法啦。係啊，咁我哋不如送呢首歌俾大家好唔好？好。呢首歌係一首好經典嘅合唱歌。妹姐同阿學友嘅相愛很難，也許相愛很難，真難將其實失望學友我寄望怎麼辦？要單戀都難，受太大的禮物來要求也無力歸還。也許不愛不難，但願你成佛聖善，也會盼愛情情途暗淡。愛不愛都難，你快樂聲音責任給予對方。演唱會其實已經拍不到公司兩套劇了，係啊，因為要上去內地啦，所以就時間有抵觸，真係好貴啊！佢有可以有情嘅，咁啊，但係事實上佢真係好貴噶嘛，有情價，有情價，有情價都係好貴噶，有情價都真係㗎，你大家知啊，唔係講笑㗎，咁咪賺少咗咯你。唔緊要啊，最緊要是效果好。呢個係一個誒，即係咁多年嚟一個即係一個夢想嘅都係啊。因為我不嬲好欣賞佢所有啲作品啊，睇佢手琴啊咁啊。今次難得有一個咁機緣巧合嘅時間，可以請到佢嚟合作，你又一口答應，咁啊真係千載難逢。唱咗下咧，勁咧就我哋兩個人聲咧，唔知咪嗰個 compress 咗咧，人一燒咗，成間嘢連燈連聲冇曬，成個。失單了係啊！但我哋唱唔到落去嗰首歌，又停咗，好似十秒鐘喺美國停咗十秒，咁我哋咪喺度等等等，跟住咧咪個麥未開得翻，但係有光嘅時候，你咪照清唱唱埋咯，都可以嘅，可以，一分啊，但係可以再好啲嘅，可以再幾分，六啊零分啦，咁少，我要求高啲啊嘛，今日都係比我預期中係可以嘅，可以接受。如果照今日咁嘅情況，其實都係可以即係再唱多幾場都過癮嘅。